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这边留神，别掉下来。哎，不是掉下来还得补票，这边啊。谢谢啊。嗯，场上场下得有好几千人，是最远的那离咱们得有一站地，也没有这么远啊！你离这么远，我得问问你们是没钱买头里的吗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贵宝地是上海，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，好地方，每年都来这儿演出。对了，卢湾体育馆是德云社进上海第一个剧场，十年前。对啊，后来各处都坏了，但这儿来演的次数并不是很多。是是，这两天上海是真热呀！啊，哎，昨天出了机场，我都想回去了。嗨，别着急，早晚回去啊！哈，嗯，我说怎么这么热？这暖气给的也早啊，这是啊？是暖气吗？这其实今年德云社演出的不多，是吗？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。哦。5000人往上的大型演出，我们演了111场。去年是真多。小剧场德云社一共演了3000多场。嗯，有相声150年也没这么敬过业。嗨，我说不能再演，再演会累死人的。嗯，结果今年其实演出的步伐放慢了。哎，休息休息。这是今年的第3场演出。哦，第3场。对，今年之前在日本演了这么2场。哦，啊，到日本东京。我一出机场我都害臊了。那有什么可害臊的呀？哎呀，一大帮女观众啊，在东京机场那儿举着横幅，哦，欢迎郭老师来日啊。哎，你理解错了，知道吗？来日本。嗯啊，对。嗯，我以为到上海也有人举横幅欢迎郭老师来上。啊，不，没有。没有。挺好挺好。还好啊。挺好。热情嘛。是吗？热情。没有文化这个人知道吗？我还没文化呀。正好德云社好多演员我们一块儿去的日本。嗯，哦，哎，说相声。嗯，顺便带他们玩一玩。哎，转一转。东京有一个那叫比基尼乐园嘛。哎，是吧？上海有一个比基尼乐园。哎，米老鼠啊，唐老鸭。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。哎，日本那比基尼，你还是去日了？什么话？什么上比基尼乐园？日本那个大，你知道什么？那叫迪斯尼乐园。我说的是，您说比基尼，嗯，差不太多，差远了，差远了。那叫迪斯尼。原谅我啊。啊，幼儿失学没有什么文化。是吗？你包括到日本那日语你说勒死我也不会说呀。这不是勒不勒的事儿啊。嗯，我对日语的理解还局限在日本电影里边呢。哎，对，出了那个就不会看了。不会，不懂。哦，临出去之后那他媳妇儿，嗯，嫂子还问我，嗯，哎，那个什么那日本话你会吗？你理解吗？我说什么，那个亚麻得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他干嘛单问这句啊？我也是，我说可能就是加油的意思啊。后来过两天他媳妇儿上球场那看球去。哦，人家都喊加油。是，就他媳妇儿站起来了。嗯，亚麻的。嗨，这上了你的当了，这是。玩笑说玩笑。嗯，这么些年了能耐是没有，嗯，水平也一般。是，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，大伙儿鼓励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。我打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做科嘛。后来又唱了些年戏啊，浪迹江湖几十载。哎，就是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。是，我是眼看着岳云鹏从一个炸酱面的伙计，嗯，熬成了相声新贵。他对了，我是眼看着郭麒麟从小胖子，嗯，熬成了小鲜肉。这就是转变嘛。眼看着于老师，嗯，从相声皇后，嗯，变成了摇滚大爷。哎嗨，我这跨度有点大。眼看着那么些人骂郭德纲，到现在，嗯，还是这些人。哎，这还
就这没变是吗？我总结了一下我这前半生。怎么总结？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？第一个阶段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。怎么解释呢？玩了命的吸收这些个知识营养。哦，吸水。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，不管是什么，都是我的老师，都得学。玩了命的学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呢？第二个阶段我就像甄嬛一样。这怎么说呢？谁都打算弄死我。哦，就是没死了。现在是第三个阶段。这第三个阶段叫我就是个 WiFi 呀。这怎么说呢？谁都蹭我呀。哎，这是啊。嗯，都打算沾您点光。挺好。嗯啊，做艺嘛啊，艺人就是如此。怎么挣那钱有一半是挨骂的钱。哦，踏踏实实的。嗯，相声好干吗？嗯，既简单又复杂。也有不好干的地方。天下最简单的就是相声。哦，有嘴就能说。是。但是说好了能卖钱那是另一回事儿，不容易了。要把现场几千人调整到一个频率，不容易，难了，要求您乐。当然也有观众说了，嗯，我就爱听那不乐的相声。哟，听仨钟头千万不要让我乐。是啊，你说那咱也没办法。嗯，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。哎呦，这牙根太深了这个。好好学习，好好的说相声。是，我还很年轻，跟谦儿哥比不了。我也不老啊，真的。于老师方方面面是我做人的楷模。您就客气了。首先说不爱着急，啊，脾气好。您倒退几年看，老能看见郭德纲跟这个打架了。哦，郭德纲跟那个抬杠拌嘴了。嗯，于老师没有。我不跟人打架。他有没有仇人？有没有恨的人呢？是啊，有。谁都有不喜欢的，但是人家从来没有明着说出来。哎，就是，这是涵养。不说，我经常看见于老师，嗯，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，然后呢，送他们上西天。好家伙，我还不如给人打了呢，我这坏到骨子里去了，我这是，跟您比不了，我这是不怎么样。您是老先生，啊，你这太客气了。合作这么些年来，其实越来越深刻的了解艺术，嗯，艺术怎么样？什么叫艺术？嗯，艺是演员的能耐。术是怎么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俩字搁在一块儿才叫艺术。这解释好啊。什么叫好相声啊？嗯，第一是得卖钱。哦，观众为了你花五毛钱都不值。嗯，你还探讨什么艺术啊？那就没有了。这个是基础。嗯，当然对演员来说啊，嗯，要想好两点。哪两点呢？第一，健康。这怎么还有健康啊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仨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哦，还能这么解释呢？你有话语权呢。哦，二十五死一个，三十一死一个，四十撞死一个，啊，就剩你活到八十，你说什么是什么呀？没有人抬杠了，这是玩笑。啊，真正拼到最后，艺人拼的是文化。哦，是素质。那是，这是这行有文化的。我还算有文化的。那是啊。哦，说相声竟是那个幼儿失学呀，没上过学的。谦儿哥人家是正经的一个大和尚。哎，什么叫大和尚啊？在上大和尚，大学生，大什么？大学生，啊，大学生，他是一个学生干嘛？大什么？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大学生。你是在哪儿那个大的那些个学？你是在哪儿业的那个地的？不是，你在哪个业里？哪天业？那什么币？你想说什么呀你？你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？什么乱七八糟啊！哪儿毕的业嘛？哪儿毕的业？反正上过大学呗。上过，上过大学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说相声就我们俩大学生。啊，因为这些年我也是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离开大学，不是？哎，住口！因为，啊，什么叫住口？哪儿就住口啊？这不是闲聊天的，不让我说话呀。您呀，先等一会儿。你说，你说，您也大学毕业？好家伙，上海没把我热死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一出了机场，我说怎么没理我。他们说这两天还好点，你说是不是北京热？对，什么北京热？北京热，天津热。你等会儿啊，你说，我问您问题呢。你问，你问啊，你别岔乎啊。您也是大学毕业？北京没那么热啊。谁说北京热？北京真没。谁说北京？你要说前些日子热，你先等。你说哪？咱俩聊天，你得顺着我这话说呀。天津，天津更凉快了。天津更凉快了，真的。你到底听得见听不见呀？你要这样就不懂交情了，真的。不是不懂交情，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？说是说到这儿，说对呀，啊。我问问您，你说您也是大学毕业？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嗯嗯嗯嗯
这位怎么那么含糊啊？我正经大学毕业。哦，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管着吗？哎，我跟你不过这个呀，这有什么过不过的呀？啊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，要了亲命了。哪个大学毕业的呀？您行吗？啊，你行吗？嗯，什么那叫、哎、看我们这同学们看了吗？谁跟你是同学啊？你等会儿啊，没听清楚哪个大学毕业？清华。清华？哎，清华，清华池的吧？您这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人性有问题。啊、就搓澡洗澡的呢？大部分说相声都像他一样，怎么气人有笑人无？看见高学历的恨，你要上我们学校去，我就得搓死你，知道吗？还是洗澡的？您还是那搓澡的？不是你呀。清华呀，清华大学，哎呀，清华大学满肚子能耐。我告诉你，就我这一肚子能耐啊，哎，我吐出一半来，你就吃不了。我也不吃，你吃多少？你说我没有吃多少吐多少。我对，嗨、啊，别吐了，没有人吃这个。有能耐？还有这么比喻的吗？有能耐，真的啊。什么叫有能耐？当然啦，啊，于老师，你要知道，这就是人敬人高的事儿啊。但这倒我倒懂。我刚才捧你没捧你？您捧我了，还是的，嗯。德云社于老师是有文化的，你看这不就捧了吗？观众到后台来签个字吧，啊，我接过签字笔来写郭德纲，于老师签字、嗯、找我，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，这有学问了，写于谦这俩字儿，毛笔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先，哎，要不然，哎，等会儿，我这名字里还有俄罗斯血统啊，是怎么着？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个竟写错，哎，嗨，不怎么样了，这就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吗？画画也好，哦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，我得学呀。您好，我是于谦，我来学画画。你看看，哎呦，于老师，哎呀，这著名演员还来学画画，都认识我。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吗？是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学。你们这儿有那个人体素描吗？嗯，干嘛非学那个呀？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不穿衣服让人画。啊，有时候也有男的。废话、啊，就是那个培训班，我可以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您填表也行，交学费。哦，你瞧，要他了。行，去了两回，嗯，就不去了。费这么大劲，我怎么不去了？嫌冷。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吧？我不是学画画去了吧？可爱的于老师，我太可气了，这个、真的啊，别的不敢说，在德云社，我觉得我们俩文化水平算是最高的了。您也是大学吗？因为我在我们这行里边整个说相声的、啊、我是这个用电脑最早的一波人，知道吗？就是您毁电脑啊？你看砸电脑吗？打电脑啊，打电脑这么打，那这么打像话吗？怕后边看不见呢、啊哎、看不见电脑碎了。我是最早打电脑的，我是，哎，您是最早刻毛豆的那波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就这样就完了。电脑，我那个电脑更新配置永远是走到最前面。哦，配置最高，那当然了。怎么个高？他上我家去都傻了。我是不太懂。我跟他讲，我的电脑万能电脑。怎么叫万能啊？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全能做到。万能电脑，你怎么见得？谦儿傻了，趴着看着。啊，哦，万能电脑，是是。哎，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个盘子来回转呢？嗯，傻子过来。嗯，那是微波炉。哦，嗨，我也太傻了，我也。那还转着呢，我都不知道。看十分钟，啊，看熟了没有呢？这啊，这是我这万能电脑。啊，看看这个吧。过来了。啊，怎么叫万能电脑？这试一下。提问。哦，天文地理、数学、英语，什么都行，随便提。谦儿站在这儿问电脑。哦、嗯，3642.85。嗯，乘以97460.12。哎呦，多少？嗯，电脑自动回答。他说是不知道。对，电脑和您加一块俩傻子，这是。您用这电脑啊？那怎么样？会开玩笑的电脑。谁跟你逗了？谦儿又问了啊！电脑问你一个问题。哦。啊，我爸爸在哪儿呢？啊、哦，电脑自动出啊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啊、哦，他知道。谦儿说：“哎，嗯，胡说八道。怎么？哎，老头跟老太太一块儿上美国旅游去了，玩去。他说错了。我说可能输入法有问题。”哦，你换个方法问，怎么问呢？谦儿又问了，啊，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哦，电脑哒哒哒哒出字儿，怎么样？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，这对了。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，嗯，不像话了，你
这应该是一个人知道吗？万能电脑啊，这一点都不怎么样。我就喜欢这类东西。你啊，哎，高科技哦。因为平时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您就学这个。那是我这一肚子都是书，从小就看书。还一肚子都是书，那是天文地理一不星象，说得出来的古典文学，我肚子里都有，都在肚子里。哎，你看你摸，怎么还能摸出来？啊，《三国演义》，这能摸出来，《水浒传》，嚯，《红楼梦》，哎，《三字经》，在这儿呢，《百家姓》，五经，你瞧，四书啊，好好摸摸四书。哎，你四叔，你看你，来，哎，摸摸你大爷，这玩意儿谁不会呀？占便宜这个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就那，我还是真能摸出来呢，我以为。反正我家里边书有的是，是吧？一面墙的书架子，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我都有。哎，您净攒《金瓶梅》了，有带画的，有不带画的都有，还有插图。那是，嗯，那天想找那本书找不着了。您找什么书没有了？咱们有一科学家叫霍金呢，知道吧？这是知道。哎，嗯，1988年吧，写了一本书叫《时间简史》啊，这本书有。哎呀，这是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。是是，想找这本找不着，找不着您找人借呀，找谦哥借呀。我没准有啊，师哥。嗯，你有《时间简史》吗？嗯。我怎么回答的呀？听着声音不是很开心。哦，我有时间也不简史。哎，嗨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么本书，感情。玩笑说玩笑。嗯，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觉得一直是一个提高的过程。我还提高过程呢？那是当然啦。嗯，有的地方我比他略高一点啊。谁都有长处。比如说研究中国的文字，嗯，这点我比谦儿哥还好一点。不，您还研究中国的文字？上下五千年，真草隶篆、甲骨文、蝌蚪文，我都研究过。这可深了，这个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，才发现啊，有的字儿不合理。您这么多年传下来，有什么不合理的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说。你看这个字儿啊，啊，一撇一捺念个什么？这念人呢、啊，这都认识。嚯啊，你连人都认识了？您这意思，我都不认人了是吗？啊，啊哎。再来一个，一撇一捺，这个念从，嗯嗯，底下加一横，这还念从。组词的话呢，草丛就这个，树丛，对对对，草丛。哎，俩人来一横，嗯，跟草丛有什么关系？这你得讲理呀、啊。这倒也是，中国都是象形文字。这那您说这怎么不俩人一个横，这应该念床。哎，你这玩意儿他就不能念炕吗？哎哎，什么呀？哎，您胡给人改成这字，早就念从。念从啊，啊，有问题，这字有问题啊。还有问题，你猜猜看这字啊，一个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？这念闪。一个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？闯。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，这闻。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，不认识了。抓阄的阄，我是那龟呀、啊！啊，您这胡说八道了，这开玩笑，厉害吧？什么叫厉害、啊？你瞧，我净研究中国字了。说点正事儿。我后来发现中国字啊，太高深莫测了。这倒是，甚至有的字儿一个字儿，嗯。念三个音，哎，这胡说了，怎么了？一个字儿就念一个音、啊，你错了，哪儿念三个音、啊？有很多字儿都是一个字儿念三个音，没一个字儿就念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准服。您说说 ，W， 这是中国字儿吗？这个你管不管中国字儿呢？一个字儿是不是念三个音 ？W，W， 哦，哎，厉害了吧？我再考你一个啊啊。四四方方一个框子里边一个十字，这念什么？这念田呢。好啊，上边出头念什么？上面念出念油，把上边擦了，底下出头念什么？这念甲。好极了，上下不出头，左边出头。再给你比划一遍啊，四四方方一个田字啊，嗯，左边出头，没有这个字啊，分不清大小王，你还斗的什么地主？
什么话这叫？他压根儿也没有这字儿。你像我说有，他就是有啊，有这字儿啊，有这字儿啊，一个读音，那是啊，仨字儿，仨音呢、啊，这个。这个字你就是说三个读音的、这个、对了哦、嗯、那行啊，哎，我反正没听说过啊，您要说有没关系，怎么办？您跟我们说说这字到底念什么，我们也新鲜新鲜。我凭什么就得教给你啊？废话，你不说的你知道，你知道不是？就你这态度这状态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啊。啊，你去问个路你还得跟人家老家，我上火葬场怎么走啊、哎、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我这是教你呢，授人一字便为师啊。不是，你说你知道你来，我知道，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。山外青山，楼外青楼啊。哎，什么叫青楼啊？什么有没有青楼？没有。这山外青山，楼外楼。山外青山，楼外楼。对呀、啊、能人背后有人弄啊。啊，有谁弄啊？弄不弄？不弄。没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弄啊。啊，对吧？你这找弄呢。你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，而并不是发型。什么乱七八糟，谁尊重发型？你以为你烫个头就了不起了你啊？跟烫头没关系。哎，你说你知道你来，你不得磕我哪儿？我就你来啊？怎么磕？怎么你磕规规矩矩鞠个躬，对不对？高不了你，矮不了我的，得让人心里痛快呀、啊。这人矫情，你说鞠躬不就完了吗？那当然了。得了，那来，您快说说，那颈椎还没好呢？这颈椎我有颈椎病啊。杨灯点头啊，就。伸着点啊！你说伸着点不就完了吗？来，啊，等着，您给，你那系鞋带呢？哎呀，我怎么改系鞋带了？我又这那句老话说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不九十度吗？你就是一个愚蠢的土拨鼠，嗯，你一个发了霉的橙子，你少看点那外国译制片行不行啊？我可爱看那个哪儿的来？这两句话一直不知搁哪说，你就说，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。四四方方，对，当间一个十字，是这边出头，对，一个字念三个音，对，哪个人不知道、啊、我知道，是现在我得告诉你，您说说，打这起大庭广众之下人来人往之间，这一说当当当当当，你的光彩我的体面，没错，告诉你记住了，这字念什么呢？哪三个音呢？苍蝇拍，哎，苍蝇拍啊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哎，这苍蝇拍念三个音，这是三个字儿，这个、嗯、还甭说冲这边出头，冲这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啊，冲那边念法不一样，怎么另一个苍蝇拍？哎嗨，他这是俩苍蝇拍合着。哎，就是咱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不并不是说贬低于老师，这还贬低我？因为我们两家私交也好，是你包括我跟嫂夫人，咱实话实说，啊、你别提这个啊。你说点别的行吗？就我老觉得他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，就是嘛。我别看闹着玩，但是我很佩服他。您还真佩服我，出口成章啊，作诗、写东西那没问题。我喜欢这个。我不知你们哪位到过北京，去过德云社天桥的剧场？啊，我们那个老剧场。您去就知道了啊。当这儿是舞台啊，舞台两边的白墙有一幅画，画上是画的是秦琼敬德啊，这叫门神爷。哎，这是当初。刚装修完画的这个一对门神，对了，刚画完于老师在墙上就题诗一首，我就为这门神，哎呦，写得好，写的什么呀？德云社内大发身，哦，俩门神大发身，对，好啊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形象，脑袋倒有水缸大，嗯，一泡大粪十五斤，哎嗨，我研究人这干嘛呀？于老师写的，脑袋大，吃的多，吃的拉的多呀。啊，刚写完他走了，是过了俩人，哪俩呀？一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，是一个是我徒弟岳云鹏，这小哥俩那会儿他们俩还小呢。哦，俩人买了一汉堡，嘿，站这憋着，咱怎么分呢？一人一半，谁吃肉谁吃面包啊？这么分呢？俩人正商量这事儿呢。哦哦，于老师过来了，嗯，小孩不能吃汉堡，谁说的这？对，身体不好。哦，啪，抢过来了。我呢？哈哈哈哈，我给吃了。吃完了，找创可贴去了。哎，怎么？把手咬了。好家伙，我吃的太快了。这个他走了，俩孩子都恨死了。那是那么大岁数抢我们汉堡吃，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写诗骂他。哦，他们俩也写诗。俩孩子拿笔在墙上写。怎么写的呀？兄弟二人。哦，四字头。哎，郭麒麟、岳云鹏，兄弟二人。好。哎，能武能文。还捧自个儿，夸自个儿，嗯，买个汉堡，这实事儿，于谦独吞，哎嗨，说我给吃了。这儿写完，俩孩子走了，
啊、于老师又回来了，我转圈了，一看那墙上啊，我那个诗怎么长了呀？怎么叫长了呢？于谦写的这四行在这儿啊，四句诗。是俩孩子写的四个在这儿，他个矮吗？啊，嗯、上下一连就跟一首诗是一样的了。嗯、那怎么念呢？于谦挺高兴，是德云社内大发身，嗯，兄弟二人，这倒还合理。对呀、啊，贫穷竟得、嗯、兄弟二人嘛。是是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嗯，能武能文，这更好了，一文一武嘛。对呀、啊。脑袋倒油水缸大，嗯，买个汉堡。哎，这嗨，就大脑袋买汉堡干嘛呀？就说这还一句呢，怎么念呢？一泡大粪15斤，嗯、于谦独吞。对。去